很多人呢、说年近中年呢、越来越担心有这个中广的问题哦。英国现在有研究发现呢，喝石榴汁可以防癌，还有降低血压。每天喝500cc 的话，还能够减少中年人呢肚子上面囤积的脂肪了。但是医生还是再度的提醒大家，还是要多运动才有效呢。看不惯自己重量级的身材，想甩掉腹部的游泳圈。最新研究发现，喝石榴汁就能解决大肚腩的困扰。根据英国研究指出，每天只要喝这个石榴汁，一天喝 500cc， 喝4个礼拜就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。英国研究发现，石榴汁具有防癌、降低心血管疾病等功效。每天喝 500cc， 连续4周，近半数的人血液的非脂化脂肪酸也会大幅降低，让腹部不易囤积脂肪，预防大肚腩。不少人听了心动，纷纷买石榴汁来喝。不知道，因为没吃过啊，总是尝试看看嘛。吃了他们说对皮肤也好啊，然后对，反正它石榴里面也有好多补血什么之类的东西啊，所以经常都会买一些回来吃啊。只是石榴汁预防大肚腩的说法，国内研究还没有病人真正参与，无法断定实质功效。石榴汁一定要，我刚有讲过说它一定要配合低卡或者是低卡洛里饮食。尽管国外已经有研究报告，喝石榴汁能减少腹部的脂肪，但专家建议减重最好的方式还是少吃多运动。中央新闻记者许琼文高雄报道。